主料：猪肉150克，牛角椒150克，梭子叶150克。辅料有50毫升盐。背景：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猪肉切成薄片，牛角椒切成丝，切成四瓣就行。梭子叶洗净备用，自家菜地里的。很嫩的说，起锅，爆油，爆香葱后，放入猪肉片翻炒，炒至肉片发白。肉片发白后，加入切好的牛角椒，大火翻炒一小下，马上加入梭子叶，大火翻炒两下，加盐。背景：出锅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炒菜的火候一定要大火，要快，要不然梭子叶就蔫了，味道也不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